你好，你好，你们一共几个人？我们一共六个人。他们是谁？请你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和我的老婆，这是我的两个孩子，儿子和女儿。你在美国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老师。教什么？教英语。那你的父母呢？我的爸爸退休了，我的妈妈是医生。你的太太呢？我的太太是作家，她每天在家工作。你们去中国做什么？我们去中国旅行。祝你们全家旅行愉快。谢谢。